关脸书反映，今早于本辖康宁街发生之机车交通事故，本所目前尚未接获报案，经检视路边监视器，发现该部机车应该是天女路滑自摔，并未与他人发生碰撞，并提醒用路人，行车务必减速慢行，并遵守交通规则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。